Hello， 啊，我现在在这个嘉信啊，这位侯老板呐、啊，是东家的代理。啊，哎，你开几个月了？开三个多月。三个多月啊？嗯。在东家卖了怎样？很好啊。很好啊。嗯。哇，他跟我讲，他在澳洲建园也又要开一间了、啊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兄弟姐妹开谁开？啊，我要开和我兄弟姐妹要开啊。这样卖了有回头客吗？有啊。180回啊OK 啊，你看啊、他很幸运啊，他的榴莲你看他在地上爬就要开花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有看到吗？在地上爬的榴莲要开花，你看有看到吗？啊，给你们看啊，不然讲我好小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啊，哎，你们的榴莲有这样的开花吗？外面，啊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哦。就在这个侯老板的马六甲的园呢、啊。嗯。哇。嘉信。啊。嘉信啊。啊。哇，你开了两个月。三个月多月了。啊，一直追我回水了。是了。啊。肥料肥水哟、哦。马来人打了这样，打了马来人啊、上几天介绍一个土拨油店，跟他讲三天会剥牙，过后啊、三天过后他跑他回来讲剥哦，他讲很好，他在买别个东西哦，别样产品，哦，很有信心啊。好了，嗯，啊、哦，各位哈、哦，你看哈、哦，我今天来马六甲走走，啊，马六甲走走。榴莲这么小个就开花，当然这个花是开爽的啦，啊，不可能结果的啦，哦，是给你们看一下神奇的故事哈、哦，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榴莲？啊，你看，这种是不会结果的，跟你们讲了哦，啊，这个是拍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当做 happy 啊哈、哦，各位啊，啊，很多。帮安哥威廉肥水的见证都非常好啊，我的顾客说真的回购率非常高啊啊，我甚至于我都敢讲，你放我的肥水如果没有效，你放其他牌子其他公司，你要跟我讲什么牌子，因为我一定要跟我的consultant检讨，时时在检讨才会进步，马来西亚也是可以做好的品质的，对吗？对，现在我的竞争对手是国际品牌呢。国际品牌。真的啊。对吗？因为我们的产品卖到国外，就代表我们国家的面子嘞。对吗？对。一种面子了吗？啊，你看我的肥水，西瓜 19.2kg， 18-16。当然这种西瓜，前两个月你们看到不是基因改良的。哦，每一个做了放了都非常好。啊。你看这个，这位老板，你的香蕉种了怎样？不错啊，很好。很好啊、哦。嗯嗯。啊，他这个广告不是免费的，他也是要还钱的。不错。啊，打了三个多月的香蕉树，蛮不错，蛮美一下。这样你东家卖了回头客怎样？180回头客啊。180啊、嗯。很有信心啊。很有信心啊。嗯，对。买了又来，买了又来、啊。买又来又来，对。啊。嗯。好啦，大家帮我 share 啊、哦、，OK。啊，我走肥料这条路，不只是卖肥料，我们不是要卖药，卖药跟看病是两回事，看病跟治病又是两回事，啊，我在肥料界农业界治病是有名的，啊，脱光光给你们讲，很多迷思给你们知道，黑头病为什么会这样，啊，榴莲种下去为什么会死？脱光光给你们看，啊啊，没有几个同仁要像我这样讲啊，像我这样讲更不好。为什么？公开了吗？对吗？但是我觉得这些公开给大家看，对吗？尤其现在通货膨胀，马币跌价，进口货一直涨价，东西一直贵，成本一直贵。本来肥料成本只占整个农业成本30%-40%，现在超过50-60%都来啊、我们要一起来教，让农民更醒悟，
有佛眼金睛去看怎么买，什么叫价格，什么叫价值。好，大家帮我谢啊，拜拜啊。啊，又一颗榴莲，你看在地方地上排又开花啊，他打油气牌，油灯都不怕了啊，叶多多和叶多多油灯，油灯啊，四条八放了没有啊？有放一点啊，放一点啊，啊，三三九放，三三九啊，啊，对放，嗯嗯，啊，可以可以 ，OK 啊，嗯 ，OK 啊，拜拜啊。